慢性左侧叶肺疾病，那么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，那么它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。主要是因为这个患者呢，他吸烟或者这种有害的这种颗粒的暴露以后，导致这个气道或者肺泡的异常，那么进而患者出现一个持续的呼吸道症状，也就是反复的出现咳嗽、咳痰，那么有些病人会出现呼吸困难。那么在患者来做肺功能检查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他有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，甚至弥散功能的减退。那么这种其实这种疾病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。那么